再吹咱先说一说穴位，再吹胸间穴在这儿，再吹的时候正好脚后跟一抬，压迫着那个，压迫着这个胸间穴，刚起来的时候往上一甩的时候是关冲穴，关冲穴在这儿，关冲穴啊，关冲穴。另外一个呢，在压迫胸间穴的时候正好穿透了涌泉穴啊，胸间穿涌泉啊，也就是说涌泉和胸间起到贯穿到一起。在练的时候就是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胸间穴下边做第一节，第一节狮子手，两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抬起，略高于肩，24下开始。